盘点人类倒霉瞬间，根本难不倒我。第一次见面有点紧张，周末锻炼一下身体，上班快要迟到了。这里的风景很不错，走路时不要玩手机，喝杯咖啡提提神。椅子怎么卡住了？滑板我一学就会，这个我不喜欢吃。前方禁止通行，这朵花我很喜欢。我也来体验一下，清理一下积雪。我们要懂得分享，还给你的玩具。今晚可以大餐一顿，一起来张合照。我来教你，我可以跳过你，重心有点不稳，不得不秀一下我的车技。